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感恩无我利他卢金红台长，感恩把自己看图腾的机会转让给我的师兄。恳请师父帮我看一下孩子的身体。2016年的猴男孩子。哎呀，身上有灵性，脑子出问题了。对，是的。晚上很闹。是。他身上那个鬼啊，一到晚上就来搞他了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晚上非常闹，睡觉动来动去。不好，早上还好一点。是的，白天好一些。嗯。你要给他念很多小房子啊，投胎啊，他投胎啊，投胎的时候也是混进来的，听得懂吗？不应该是他的。你们有没有生这个孩子的时候感觉本来想不要啊，不要就是比方说不想生的？生这个孩子怀孕的过程中有过那个不要他，感觉可能会有甲醛污染什么的，心里会不太放心这个孩子。啊，就是他跟你说上他生了啊，这小孩子麻烦，我看看是什么样的灵性啊。啊，是个中年男子啊。嗯，中年男子啊，哎呀，很冤枉的，我的妈呀，不是太好啊，赶快给他念呐。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？这孩子不会太平的，不停地动，不停地动。是。你给他一共要念126张。小房子。嗯，先念126张看一看，会好起来的。这孩子你别看这么大了，到现在还尿床啊。尿床有时候有。那师父，这个孩子他是目前医学上看下来是一种非常罕见的代谢病。对。然后免疫系统的病。对，然后他现在还不会走路，也不会说话，15个月。他现在几岁啊？15个月。15个月就1岁多了。对。你不把这个灵性弄掉，他以后啊，不但不会走路，还以后还不会讲话。对，他语言发育也落后。现在我告诉你，整个大脑思维全不行，而且我可以告诉你，逃下来这个小灵性，这个是人家说，你不要紧张啊，大头鬼啊，他以后头会越来越大了，所以你赶快要帮他念掉，不念掉，而且你跟你先生两个人不能再吃任何活的东西了。我已经发愿吃全素。对，你先生也要发愿不吃活的。好的，没有问题。否则他不会好的，他而且这孩子的骨头都不对啊，骨头软骨啊。对，身上比较软。那师父，他这个他头里面有两个很大的囊肿，一个在左面，脑袋这边这里。对对。一个不是太重要，还有一个靠近血管，你知道吗？不大能动手术的。这个要紧吗？要紧啊，会长大的。你们现在如果不放生，像你先生如果还要吃活的，我就没办法救他。我们已经放生7000条鱼。你这里再放，这里再吃活的有什么用啊？明白，你告诉我啊。那126张小房子够吗？先给他放吧。你一定要叫你先生许愿，活的不能吃。我没叫他全部吃素，活的不能吃。好。好吧。好，那我们一共要念多少张小房子？有的念了，念到他好，我想整个好的话至少要上万了。他否则都不能走路的。你慢慢的时候长了你就知道，而且他长大会把你老公的钱都会弄掉的。他出来之后，你老公就不停地要弄掉很多钱了。听得懂吗？明白。师父，在刚刚发现像他这个病，要是把灵性弄掉了，很快会好的，就看你们有没有信心了。我也没有办法，
要靠自己念经的。OK， 可是师父一开始我刚学的时候不太懂，有打通过您的看图腾电话，也告诉我一些，包括孩子身上还有我流产的孩子。那我跟菩萨许大愿许愿的时候，我可能说错了，我说我会为我流产的孩子念多少多少张小房子，那我这个后面该如何去弥补？不，这没关系的，你流产的孩子也是有的呀。那我那个数字可能许的比较大，我这个后面还要。那你把它跟菩萨重新讲啊。重新讲。怪不得的。哦，后面就说给这个孩子的药精者。对啊，给孩子药精者呀，分开呀，不能放在一起的。那就第一波是126张。对啊，自己打胎的是自己的孩子呀。OK， 那放生需要多少条鱼？你要叫你先生相信的，你比方说现在小孩子很闹，我让他马上停下来。老实了吧？你叫你相信，先生要相信的呀。你们家里一个相信，一个不相信，我怎么救啊？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你相信，等到哪一天他自己生病了，他就知道了。很多男人们就是自己躺下来才知道，自己不躺下来不相信，叫劣根性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好了，你看老实不啦？是。好了。那师父，孩子身上出生之后就有很多的胎记，请问这是什么样的因果？这没关系的，没有关系。跟你说，逃上来的都有胎记的，好好的帮他念吧。我只能让他好一时，叫灵性走开一会儿，但是灵性很快就会上来，就是靠你们把小房子全部念掉之后，他才会永远离开。明白。否则这孩子一直有麻烦的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否则你有老公会，他钱都被他会动光的。明白。没用的，赚了再多钱都没用的。好了。感恩师父，我想为帮转让这个机会给我的师兄问一下他的莲花，号码19241，请问师父莲花在哪里？什么颜色？19241，女的是吧？对。这朵莲花还不错呢，良心还蛮好。这个女的长得不高的，小结结的。嗯。嗯，好了。什么颜色？请问是？还要看什么颜色啊？对，粉红的。感恩师父。好了，感恩师父。